第三题将文中所有的箭头符号皆改为定位字元，所以第一个，请你把这个箭头符号框起来，选常用这边的复制钮，点一下。点完后呢，我们按取代啊、哦，把这个寻找目标有没有出现箭头了嘛？没有问题点，然后取代为这边点一下，把原来的杀掉，改成定位符号啊、哦，就是定位字元啊、哦，定位字元，然后按全部取代。然后再按4，然后确定关闭，它就会变成两边都一样了。哦，那这就 OK 了。